请你也在看吗？是全套吗？能不能借我一下？不能。干嘛这么小气？又不是不还你。我的书从来不外借。那更好啊，就在你家看。做父母的都把心思放在孩子身上，可不能只管生不管养。那精神上的关爱可远比物质条件重要的多，尤其是青春期的女孩子，一不小心可很容易走歪路的。你别生气啊。也是，没事招惹他干嘛呀？我不就是说了个早上好吗？哎呦，周六是米多的生日啊？是吗？阴历还是阳历啊？习俗哪天生日啊？阳历12月28，摩羯座。大婶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哦。开车。去哪儿？商场。着手准备周六女儿的生日 party。OK，Go Go Go！